上一集我们走进了玩具总动员，玩了好多有趣的游乐项目，还见到了胡迪翠丝牧羊女呢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怎么样在乐园里拍大片吧。这里简直就是梦幻的童话世界呀，每一栋房子，每一条街道，甚至每一片草坪都充满着童话色彩。在这里拍照怎能少得了公主礼服呢？随便选一个喜欢的背景，玩玩小游戏就可以拍出很棒的照片。玩游乐项目的时候也是抓拍的好机会哦。只可惜在疫情期间不可以和公主们合影，我特地找了些老照片出来给你们看。这是3岁的时候，看到长发公主头发的时候我简直惊呆了。这是4岁，这是5岁的时候，哎呀，这个搞错了。下一集我会带你们看夜晚的迪士尼乐园哦。咦，怎么还没看到你的小星星呢？快去关注我，下期更精彩。感谢迪士尼 baby 官方赞助。关注我，带你玩遍全世界。